你好，我是穆萨祭司的令。我们继刚才有介绍小的边角打洞器的打法，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大的边角打洞器，我们它也可以做各种的变化。我们准备的是二又二分之英寸四方的纸，二又四分之三英寸的纸，还有三英寸的四方的纸。也是一样，打开它的翅膀，对它它的直角对直角，出来的花样会因不同的 size， 不同的花样，同样的 size， 不同的花样各有不同。二又四分之三英寸也是一样，直角对直角。二又四分之三英寸打出来的花样，不同的花样的变化。这是三英寸，这是三英寸，花样不同的变化。除了我们上次所介绍的相同的打洞器不同 size 的变化以外，堆叠变化以外，我们也可以不同的打洞器大小做一个堆叠变化，还可以把两同样的打洞器，因为它的花样重叠，缀着扣扣相扣的一个变化。这样就可以组合不同的打洞器的一个变化，希望大家能喜欢，谢谢。